刚才赵川老师一直问你说你喜欢他什么样，没答出来。你用一个形容词形容一下他，一个词。没有。好，小王，你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。吸引。你听见了吗？他没有任何词语能形容你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，你一直在说他可能跟前女友有什么，你就是他的前女友。你可别怪异地恋了，跟异地恋没有关系。如果你们2个在一起了，你换一个微信，他可能能把你摇出来，然后跟你说我没有女朋友啊。他刚才给我们的理由是什么？是，哎呀，我没有必要和陌生人说那些我自己的很多事情。那你跟人家说话干什么呢？如果我是你的家人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你带走。建议第一，上赶着不是买卖，唾手可得的东西人家不珍惜。第二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2个月之后他就分手跟别人好了，他还是会这样对你。第三，你在他心里若不是可有可无，他怎会对你忽冷忽热？所以今天等一下门转走，好吗？做一个不纠缠他的前女友，祝福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老师。来来来，杜老师。信任的前提是自信。反正
我觉得我最近这些为你改变的事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知道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。其实我也不想再跟你异地恋了，但是你给我的回答也是挺模棱两可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咱们俩在一起也有两年了，然后认识也有四五年了吧，感觉这些年一直都是我在追着你，然后大概这就是我的青春吧，请珍惜我的青春。好好好好好，谢谢两位啊，请回请回。